原标题暖文：残疾男子为救白血病儿，每天忍痛装卸快递12小时。为给白血病儿子凑骨髓移植的钱，趁着双十一网购高峰，河南42岁残疾男子陈浩做起了快递装卸工，忍痛每天工作近12个小时。陈浩家住河南淮滨县长念村，是村里的贫困户。因为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，他被鉴定为三级残疾。他告诉澎湃新闻 www.spaparacn， 去年其母亲被确诊为食道癌，花费数十万元治疗后，老人还是走了，花光了所有积蓄，他还借遍了亲戚朋友。屋漏偏逢连阴雨，今年八月，陈浩的儿子陈梦阳身体被玻璃划破，血流不止，在信阳市中医院检查为早期恶性白血病，后转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，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M3， 至今治疗已花费20多万元。儿子的病需要骨髓移植，经过检查配对，陈浩得知自己与妻子的骨髓与儿子匹配，但需40万元的手术费。今年10月底，他在郑州一边照看儿子，一边寻找工作。当得知双十一快递公司有日结的工作，每天150元，便从11月11日开始在郑州某物流园装卸快递。每天早上七点上班，晚上七点下班，吃饭都穿插其间。一天下来，陈浩能装三四大车。中午别人吃饭时，他吃自带的干粮，晚上回家才能吃到一顿完整的饭。因为需要不断弯腰，本来腰就有病的他，每天回到家腰都痛得不行，走路也困难。陈浩说，每天顶着疼痛去物流园搬快递，只是希望能多赚点钱，让孩子能吃好点。我没啥文化，也不知道干啥活能赚钱，要是能救我儿子的命，我哪怕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卖都行。接二连三的不幸把这个男人压得喘不过气来。陈浩说，他已经把所有能借钱的人借了个遍，即使这样，陈浩手头的钱也只能让儿子撑到今年12月。陈浩告诉澎湃新闻，因为有媒体记者11月16日要来采访快递公司，便结算了他11月16日的工资，辞退了他。不过陈浩所在的某快递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称，辞退陈浩是因双十一高峰期已经过去，他们不需要太多人手。陈浩说自己准备这几天去郑州一些工地看看，找一个自己能干的活。采访过陈浩的河南媒体记者告诉澎湃新闻，他已经帮陈浩联系了新的快递装卸工作。责任编辑：桂强。